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ky 王，咱们刚刚见过面啊。有些人可能说了，哇，这 Sky 王不可思议啊，哇，怎么回事啊？连更两期。二师兄醒醒，别傻了，哈，别傻了，朋友。这个视频呢，无外乎呢就是告诉你们两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呢，就是我从今年开始要在 YouTube 上面传视频了，然后呢。我的 YouTube 账号是666 Sky 王啊，如果此时此刻你是在哔哩哔哩看我的视频的话，请关注我的 YouTube 频道666 Sky 王。如果此时此刻你是在 YouTube 看我的视频的话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请关注我的这个哔哩哔哩账号，因为我哔哩哔哩的账号上面频道上面有我的全部视频内容。我的哔哩哔哩账号是 Sky 王666，也就是两个是反着的啊，这个我会标在这儿，你们这样就看得清楚一点，好吧？这是第一件事儿，第二件事儿是什么呢？第二件事儿就是 Sky 王要无耻的打一波广告， Sky 王要卖一些闲置了，对吧？卖一些闲置了，就是其实挺发愁的，就是有时候买东西吧，买了很多东西，要不然就吃胖了，要不然就尺码不合适，要不然就是买了之后不喜欢了，所以说呢，打算出一些东西，然后，一开始就是挂闲鱼，感觉太难卖了。后来想了想，我不是做视频的吗？我视频宣传一波我自己不就可以了吗？我不宣传别人，宣传自己总不犯法吧，对吧？于是乎呢，我就参考了那个，我参考了 TK 啊，谢谢 TK 老哥给就这个出的好主意哈。然后我就在这个Instagram 上面啊，建立了一个自己的私人闲置账号，叫 Sky 王 Money Talk。这里没有一个空格啊，就是一串完整的 Sky 王 Money Talk， 是我的 Instagram， 可以关注一下。然后呢，上面经常会更新我的闲置，然后闲置有鞋、包、衣服，就反正各式各样的东西，你能想到的都有。鞋的话，尺码大概在44、44.5、45左右，42、42.5可能有那么一两双，但是都是我的收藏，所以说主要是44、44.5这个尺码。衣服的话，什么尺码都有了，不过还是 L 和 XL 居多啊。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。对，就是这两，就是这两件事，就是这两件事。然后呢？哎，我本身啊是想这期视频就是前几天就更了，但是我一想，卧槽，我要是没跟着我主要的视频一起更出来，我就单更一期打广告，你们等这么久，等了一个打广告的这个宣传的视频，我怕你们杀了我，我真的怕你们杀了我。然后呢，我就趁着哎，我这期更了一波视频，然后就顺便把这个视频放出来，好吧？啊，请你们饶我一命，好吧？哎。记得关注，好吧，记得关注一手，记得关注一手，给点面子，好吧，给点面子。那么我是 Sky 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